我替幻山给您道歉。 算了，你就是把这一瓶喝了，我也不满意。其实，比道歉更重要的，我今天特别想谢谢您。谢谢您这两年对我们家生意的照顾。说实话，有了您的订单，我们公司才能正常运转，我们家才能过上好日子。所以，真的谢谢您。 我愿意拿出20%利润来给您，您看这样行吗？你能做得了主？我今天来这儿，我就能做主。我记得，他原话是这样说的：“就是饿死，也不再接我的订单了。”他那是气话，不是真话。许幻山就是个艺术家，您不能听他的。也对啊。 这话不能当真啊！不能当真。那我们就说点真的吧。顾家，说实话，这两年你们家的烟花确实不错，但我觉得没你好。许幻山有福气，我是羡慕。 求而不得，最难将息啊！啊，你放心，今儿这事儿你知我知，许幻山不会知道的。这是继续合作的条件。今儿这事儿，只有一种解决办法。 你懂的，万总今天兴致很高啊。我门口有个弟弟，玩得很开，无论是唱歌、酒吧还是夜总会，全能给您安排得好。你看我一个半老徐娘的孩子吗？ 有什么意思呀？是吧？你是不是真把我当成臭流氓了？还是觉得我不挑食啊？我把话撂这儿。我就要你，每次啊，我见到你，都是这副完美人妻的模样。看来我们家许幻山说的对。 我们就是把厂子点了，也不要你的订单。